外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的读经运动。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运动之前，让我们来共同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天，使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聆听和阅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在世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来自于这世界的也有各种各样的聪明，但这些真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我主啊，作为你的门徒，作为你的孩子，主啊，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什么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你的智慧，而不会被表面的现象，这世界的潮流所带偏，所引诱。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读经运动的主题是获得上帝的智慧。我们定睛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五节。基督是神的能力和智慧，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有关基督十字架的消息简直是一块绊脚石。为什么呢？他们以为基督应该是像大卫一样的征服之王，甚至比大卫还要伟大。他们期望弥赛亚的来临伴随着非凡的神迹和奇事，然而基督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恢复大卫的王座。相反，他经历了悲剧性的和令人震惊的死亡和痛苦，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对一个被上帝咒诅的人的最重的惩罚，他像罪犯一样被判死刑。一个罪犯怎么可能成为拯救者呢？
对于希腊人来说，关于十字架的消息是愚蠢的。他们不相信身体的复活，与他们崇拜的那些充满超凡力量的神相比，基督的力量远远不及。有社会地位的人从未想过，一个尊贵的人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他们来说，死亡就是失败，而不是胜利。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信息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听起来非常愚蠢。我们的社会通常崇拜的是金钱，是权力，是影响力，是尊荣，但耶稣基督却以卑微和贫穷的仆人的身份来到世上，他向那些有信心的人提供了他的国度。即使在世人看来是愚蠢的、软弱的、卑微的、可比的、毫无价值的，主耶稣向父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上帝难道不公平，以至于不肯向那些自以为自己聪明、强大、尊贵和有价值的人显现吗？事实上，上帝不是不公平，但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并不敢变得愚蠢、软弱、不起眼、卑微和毫无价值。要变得如此，他们必须勇敢地说出保罗所说的话：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使徒保罗拥有上帝的智慧，他选择了最重要的和最宝贵的。您是否愿意因为尊重上帝而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而失去曾经的荣誉呢？在因为愿成为上帝通过您祝福的人而受到人们的嘲笑时，您是否会继续坚持呢？在必须接受并背负十字架那愚蠢的象征以服从基督时，您是否仍然会保持对基督的信仰呢？好，最后让我们共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卑微的、软弱的，我们也时常因着自己肉体的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和属于老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聪明，而彻彻底底的遗忘了你的救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以为刚强、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聪明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离最最近的时候，也是我们最愚笨的时候。哦，主啊，在我们面对的前方每一次的挑战的时候，恳求你的圣灵不断地充满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给我们的、你赐下的是何等宝贵的属灵的智慧。这智慧不是来自于世界，也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追求，而是真真正正的出于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求你的智慧光照带领我们在地上以及未来在天上的每一个生活的角落，我们每一天的心思意念，也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行走在你的智慧的道路之中，在新的一年里依靠着你的智慧，使我们的生命有巨大的突破、改变，甚至是翻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